最近全年读经小组呢，读到旧约圣经最后一部分，那就是小先知书啊。在小先知当中啊，我最喜欢弥迦书。弥迦书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。弥迦书当中有一节很著名的经文，就是6章第8节。他们说：“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”经文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是为善，其实是不善。我们自以为行公义，其实那是罪大恶极。前不久在网上常看到许多的信息都谈论在网内，在国内有一个人叫做张玉环，他被冤枉，被关起来关了27年，最近才被平反啊，在8月10号说他无罪释放。当年那个张玉环为什么被判刑呢？就是、公安人员逼打成招。那、当年那些公安人员啊。用严刑逼供，那、我相信他们都是认为自己是行公义啊，让那个谋杀犯能够认罪，其实他们的滥用职权，残害无辜百姓，断送了一个清白的人的一生，摧毁了别人的一个家庭，那是罪大恶极。有一些父母他们溺爱孩子啊，纵容孩子啊，他没有。在爱里，他们爱里没有真理，没有原则，那当然也有问题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，行公义好怜悯，是不是凭自己的主观经验，而是要与上帝同行，要跟从上帝的教导去行。那这样我们就才能够蒙福，才能够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。所以在最后，圣经弥迦圣经就这样说：至于我，就是我愿意这样做，然后我在我的苦难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可以仰望上帝，我要仰望上帝。我要等候救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就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啊，你不要向我夸，不要向我夸耀。我虽跌倒，却又起来；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又做我的光。就弥迦书7章那边说。那在这个疫情紧张的期间，愿上帝的光光照我们众弟兄姐妹。